约文娱出品。本片由赏月书城、西风动漫、梦月文华联合出品。本片由超有凡制作播出。这个贱人！救命啊！他不是真想掐死我吗？如果可以，我一定会狠狠掐死他。但是皇上手下留情啊，皇后不能死。皇后听旨，罚皇后每日去未央宫跪上3个时辰，一直跪到林贵妃病愈为止。小姐，放心，我很好。娘娘，请吧。狗仗人势的东西。奴才只是奉皇上旨意办事。烦请公公带路。何为烈火油烹？也不过如此。帝王之爱能有多长久？所谓月盈则亏，捧得多高就摔得多狠。得罪了皇后娘娘，这可是皇上的吩咐，每一炷香就往娘娘身上泼一桶冰水。这位公公的好意本宫记下。记住又如何？我的主子才是皇上的心头肉。对不住了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您还疼不疼？好碧无啊，你都揉了1个时辰了，我不疼也被你揉疼了。小姐，你不懂，越是揉得狠越是散愈快，这不好好揉一下，等年纪大了会有腿疾。碧无，你对我真好。奴婢对小姐您好是应该的，小姐心善，当初收留了奴婢。奇怪，连续3天都泼冰水，还要跪3个时辰，皇后怎么还没病倒？原来是皇后娘娘。不错，皮肤看着挺白挺滑，估计摸起来手感不错。就是这里看起来应该只是病。姐姐快请起吧，这地上凉，跪久了腿疼。秀雪，快快扶皇后娘娘起来。哎，别别别，千万别，皇上叫本宫跪在这儿，本宫可不敢不跪。姐姐这是在怨臣妾吗？臣妾知道姐姐是因为臣妾才受皇上责罚的，既然姐姐不愿意起来，那妹妹就陪姐姐一起跪吧。妹妹说的什么话？皇上罚本宫是因为本宫不敬，与妹妹无关。姐姐莫不是在怨恨妹妹？妹妹真的没有那个心思，妹妹只觉得心中有愧。妹妹不用介怀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青青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太医说了，你要好生娇养着，外面寒气重，你还没好全，走，跟朕进屋。皇上，您饶了姐姐吧。别管她，这是她应该受的。皇上可千万别这么说姐姐，姐姐是一宫之主，您叫姐姐跪在这里，姐姐以后怎么服众六宫？你呀，总是这么善良。好了，起来吧，看在青青的面子上，今天就算了，滚回你的凤栖宫去。看着柔柔弱弱的，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道，他不是病了吗？难道是装的？这个顾灵不简单呢。姐姐，我扶你起来吧。姐姐，你快起来吧，别与妹妹置气，行吗？起来你妹啊！你将老娘卡得这么紧，老娘根本动弹不得。苏明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觉得朕罚你罚错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您是天，您是地，您是神的旨意，只有臣妾做错，哪里会有皇上您罚错？你还敢狡辩？姐姐，姐姐，你为何要推我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毒妇。青青为你求情，你不但不领情，还恩将仇报。来人，将皇后杖子20禁足凤栖宫，六宫之事全权交由林贵妃代理。皇上，求您网开一面啊！皇后娘娘前情之躯，哪里挨得了那么多板子啊？这会要了她的命的。再加十杖。皇上，好了，碧无别说了，这是皇命，早打完早了事。他以前见到朕都会害羞地低下头，如今却变得如此不卑不亢。皇上，眼下敌我力量悬殊太大，只能忍了。娘娘请吧。不能再打了，小姐的身子受不住。碧无，
你走开。小姐，您别说了，是碧雾没有照顾好您，这板子就该打在碧雾身上。疼不疼？后宫姐妹众多，还有皇后娘娘坐镇后宫，臣妾一人独享恩宠，实在是很惶恐。后宫妃嫔争风吃醋，实在心烦。若是哥哥都像你这般识得大体，朕不知多欣慰。臣妾怕皇后娘娘怨怼臣妾。当初我不愿娶苏明玉，可是先皇却忌惮苏家，逼着我娶了她。青青放心，没有人敢动你。姐姐，你怎么跑得这么急啊？你没听说吗？皇上夜夜宠幸未央宫，如今凤西宫成了冷宫，大家都避之不及呢。听是听说了，不过我听到的是皇后日日以泪洗面，天天跪在殿里祈求皇上能够回心转意。唉，皇后这么温婉贤淑，真是可怜哦。来来来，三带一，三个鸡儿带三个酒，谁要谁要？要不起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啊，谁说要不起啊？又是炸弹啊！碧无的手气真好。我去，碧无你真阴，四个二带两王，王炸呀！来来来，算算你脸上有多少纸条，一个纸条一两银子啊！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，也不想想当初是谁教你们斗地主的，现在一个个赢本宫赢得一点都不手软。小姐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，赌场无主仆，放水是对对手的不尊重。反正娘娘您好歹也是皇后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不在乎这点钱的。就是就是。娘娘，您出错了，奴婢出的对期，您应该出比期大的对子才可以。你们走牌吧，本宫出不起。对不起娘娘，奴婢赢了。娘娘，奴婢知罪。皇上驾到。快把纸牌收拾好。青青，怎么了？怎的一脸不悦？是哪个宫女惹你生气了？皇上打开看看便知。这是何物？纸牌，现在宫中人人都爱斗地主。原来爱妃也喜爱此物。臣妾总是摸不出它的精髓，玩一次输一次。哦，很难吗？这个消遣是从哪里传来的？回禀皇上，是从凤栖宫。一张二，要不起。小王，大王，地主赢。来来来，每人三两，快点快点。先记着，地主洗牌。洗就洗，本宫今天不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，本宫就不姓苏。真不知道苏丞相听到这句话会作何感想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皇上万福。朕让你天天闭门思过，你就是这般思过的？这个思过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这是其中之一。您不来两局，如何能体会到臣妾的诚心思过？皇上要地主吗？在朕的印象中，苏明月是个说话谨小慎微，见到我都会脸红低头的女人。但是眼前她一颦一笑都是活力，跟以往完全不同。